惜了，还没送出去就这么碎了。你还好吗？为什么这个表情？我觉得我一定是在做梦，一眨眼就醒了。为什么这么想？因为我骗了你，你肯定很生气，肯定很讨厌我，而且你马上就要跟别人订婚了。我没有要订婚，是你误会了。不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那你闭上眼睛。怎么了？是真的。不然呢？不啊，还有。又怎么了？行李箱在外面。这个时候还管什么行李箱？你是喝醉了吃错药了，还是尿崩油？用脚踢，这还是那个戒烟信吗？季老师，我觉得状况有点不太对。哪儿不对？这个画风变得太突然了，有点不科学。今天又不是月圆之夜，你怎么就变身了？而且我们俩不是那种关系。你想的话就可以。啊？能再说一次吗？你在门口说的话。哪句啊？说我可以重来一次。哦，我只喜欢你，跟一切都没有关系。继续。我只喜欢你，季言希。等你这句话已经很久了。我肚子饿。二位，你们的馄饨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今年我们试试吧。听不懂？不是，季老师，您再说一次，我怕我幻听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交往吧。回答呢？那个不应该是有后续吗？不应该还是有反转的吗？什么反转？比如像之前你会说我很需要你，你在的时候我才能安心的睡着，那这次不是应该也有后续的吗？你应该会说跟我交往吧才怪，跟我交往吧想得美，这样的台词才是您的风格呀。啊，或者是我漏听了，其实您真正想说的是教王八的素材。今年你故意的吗？我没有，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揣摩老师的心思，因为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都误判了。不用揣摩，我没有喝酒也没有梦游，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，我为今天所做的一切负责。不用担心我醒来不认账。你呢？现在吃饱了，给我回家，然后好好想清楚，
回家。不然呢？留在我那儿过夜。明天等你答复。